今天上午的9点，北京市第一中院将不公开开庭审理李某某等五人强奸上诉案。据报道呢，李某某家此前提交了一份新的视频证据，为李家律师来拍摄的。李家律师拍摄的时候呢，说内容是根据证人的证言，将案发现场重新走了一遍，通过实践驳斥此前认定李某某有罪的证言。